哭得像个泪人儿，各位喜欢他的分析可不要心疼，因为这只是 Elba 在拍摄 MV 时应导演的要求演出坐在角落里哭泣的画面。不过 Elba 可没有用点眼药水的方式，完全是真情流露。其实我和一般女生一样，就是会有喜怒哀乐，也会有很难过的时候，也会有失恋，也会有哭的时候，所以想让大家看到比较真实、比较私底下那块的情绪。由于这首歌《想到你》是 Elba 自己填词的作品，因此就连音乐录影带的内容 Elba 也提供了个人的想法给导演来拍摄，因此就算必须穿着礼服泡在游泳池里好几个小时， Elba 一点也不觉得辛苦。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海的，我会假装这里是海，然后其实只要画面好看最重要，其他其实再辛苦都还好，只要感觉起来就很有情绪，我觉得就好了。许慧玲整理报道。